家早安 ，Good morning。我们现在呢要去 hiking， 之前去都是夏天的时候去，然后夏天的话，其实那个 hiking 的步道啊还蛮凉的。那因为现在是我们这一周的秋天了，那树叶呢都在变颜色了。待会你们可以看一下沿途的这个风景，不一定我们这边就是随时随地到处都有变色的枫叶可以看，就是路边都有。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秋天的时候爬上去看俯瞰，就是所有的景色，也没有所有的景色，就是一部分的景色，我就很想看一下秋天是不是真的像人家说的很漂亮，顺便录一下沿途的风景给你们看。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，希望你们看得到，拉近这个山头啊，还有这边的山头，这边的山头全部都变色啊，这边的很美，就是哎，好可惜，镜头上可能看不太出来，但是你肉眼像我现在这样看就非常非常的漂亮。的话我们就会去一家酿制啤酒的工厂，然后跟朋友聚会啊，那边有卖东西吃，所以就聚一聚啊，然后还有 live band 的演唱，yep， 所以呢我就想说今天早一点出门。对，好，那车程的话大概一个小时，那我们就现在就先专心开车欣赏路边的风景吧。好，待会聊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要开始爬了。目前人呢都不会很多，然后刚开始的那个路啊，其实都还蛮平稳的。待会就慢慢的越来越陡了。看面游行 ，Wait， good boy， good boy， let's go。然后他们两只目前呢都还是蛮受控的，而且我刚刚超幸运的，因为这个算是 state park， 就是州立公园，他们要收钱，要收就是维持费、清洁费，然后他们是以人头算的，所以就算你是五个人坐一台车。所以就算你是五个人坐一台车，他们也是收五个人的钱，不是以车几台车算。Anyways， 所以我现在我们这边就是一个人是3块成人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不会带现金出门，就是都是信用卡，然后车上就没有现金。然后之前来他们都是收，他们收信用卡，然后我就想说好啊，我就带信用卡。Anyways， 他就跟我说，哦，他们的那个系统坏掉了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没有现金的话，就算了，没关系啦，这样，所以我这次就免费耶，太棒了，幸运。然后呢，现在就开始爬，那你们来看一下，目前都还蛮平稳的，但是我戴着口罩，然后又加上要讲话，所以有点喘。好的。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
我们上次来爬的时候，在这边看到两只猫头鹰，超酷的。两只很想要去追那个花栗鼠，奇奇弟弟，超想要追奇奇弟弟的。Where is it? Go get it. 我们现在呢，才刚在一半而已，我就先把口罩拿下来透透气。那其他的人也有戴口罩，那因为现在没有人在我的周围，所以我就可以把口罩拿掉。如果有人就是跟我迎面而来的话，大家就会把口罩戴上。啊、哦，抱歉，原谅我就是这么喘，因为真的哇、哦，爬山真的有点累呢。好，然后这个山呢，还算是比较好爬的哦。我们还有那种更陡的山，我想我没办法。好了，我继续爬喽。现在我们第一阶段爬完了，就剩第二阶段。那第二阶段其实蛮短的，就会到山顶了。第二阶段有两条路给你选，一条呢就是一样的，就是爬山的山路，但是比较小条，然后比较陡。然后另外一条呢是这种路，柏油路，这种，然后比较容易爬的，然后。到处都因为还好，就是都有树林啊，就是树荫可以乘凉，然后也比较不会那么热。但是我还是爬得满身汗。好，所以我就选了第二条柏油路，因为第一条的那个小路啊是真的蛮陡的。然后爬完这个大概走个10分钟吧，就会到山顶了。我很期待，好，继续爬，有戏，快点，走了，快点快点 ，Let's go， 有戏，快点快点，现在呢，开始下雨了。然后我昨天查过天气预报，他是说到下午的时候才会下雨，但没想到现在就下了。然后我刚刚再查了一下，是他们天气预报就改成现在，然后到下午2点，50%的降雨几率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中途休息一下，给他们喝点水。然后啊 ，This is too bad， 我。看了一下，就是景色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雾茫茫啊，根本看不到东西。Oh, I'm so so sad. 哦、oh, ，那我这礼拜周末，礼拜四，我刚刚查了一下天气预报，那我到时候还会再查一遍啦。目前是这礼拜四是不会下雨的。那希望礼拜四的时候是好天气，然后再带你们来看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呢就应该掉头要回去了，因为是真的，再过去一点就到了。还是你们要看呢？好吧，那我们就结束运动加精神，我们就爬到底吧。然后就看一下雾茫茫的景色好了。好，哇，好浪漫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像极了爱情。两只倒是走得很开心。雨越来越大了。然后我们这边的 state park， 这一个 state park 还有露营的区域，所以夏天啊，还有现在就是初秋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携家带眷的，然后带露营车来露营。Yeah， 但是你们隐隐约约还是可以看到这边的景色，隐隐约约啦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 ，like I said， 我一定会让你们看到漂亮的秋天景色。事隔2-3天之后呢，又回来同样的地方了，因为今天的天气呢是大多数都是多云的，然后但是不是下雨。然后我刚刚偷瞄了一下，
今天的景色应该会很好看。我现在已经快到山顶的地方了，然后待会就照给你们看。OK。That guy has gotten so popular, like, with his, like, it's just his secret on hot takes. I lowered my voice like 2 hours ago. Oh, really? Did he?我刚刚在 GPS 上面找到了这个秘密的海滩，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我就弯进来，想要让你们看一下景色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等等哦，来咯。这边很美，能不能放大？好，我等一下再用前镜头照给你们看。那个整个颜色都很缤纷。